朋友婚礼上遇见一个特别能吃的伴娘。你好美女，你拿塑料袋干嘛呢？没拿。你还装糊涂呢？你这不是塑料袋，我都看到了。不是，就是刚才我看那个菜挺好吃的，然后我又吃不下了，我看大家都不吃了，我就想把包带回去。如果你介意的话，我就没事，你打包你的，我打包我的。大哥，你拿这么大袋子，你可别全搂啊！不是你打包菜，我打包你。不是打包我干什么啊？他们是你的菜，你是我的菜。真有意思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那你看我有没有机会？我估计没有机会了。为啥？因为我妈说了，让我长大以后提防男人骗我，长得越好看，男人越容易骗人。那你妈妈跟我兄弟一个妈妈挺像的呀。兄弟谁呀、啊？张无忌。不是，你这个人说话太油嘴滑舌了。我去换衣服。哎，你联系方式给我一个。不是，我一会儿咋找你啊？哎，美女，哎，我找你找的好辛苦。你找我干什么？我找你要联系方式啊！你跑那么快。那个啥，你从哪过来的呀？郑州。嗯，那你更得加我了，我也从郑州过来的。你一会儿怎么回去？坐大巴回去。你坐大巴？你坐什么大巴呀？我有车，我送你。你要是害怕了，我把身份证给你。要你身份证干什么呀？你这个人真的很搞笑，我服了，我加你。那你加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叫小贺就行。小贺，那是个好名字。花人这么随意的吗？走吧，我车在前面，我们你笑起来好好看。我们去干嘛？上车、啊。走吧。走吧。不是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？你不要说这副驾驶是你女朋友的专属座位，然后故意撩我吧？你怎么懂那么多呢？撩你肯定要撩的呀。主要是你长这么好看，我多看几眼不犯法吧？那你看吧，这好看吗？好看，但是你再加一个这个，什么呀？哎，就更好看了。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你很美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长这么高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离你近的时候，就能感觉到我的心跳。你不会经常这样撩别的女生吧？哪有啊，你开玩笑的。你赶紧导航吧，我送你回去。等一下。嗯。你忘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遇见很多人，却只想让你慢慢周旋。你什么你没有系安全带，带走我的思念。哎呦，我怎么没有听到你的心跳？可能是窦性心律不齐的原因吧。到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请你吃的饭应该没问题吧？我们什么关系啊？不是你刚才都给我扯安全带了。你想多了吧，帅哥。嗯，有机会再一块吃饭吧。如果我想吃饭了，我再联系你啊。拜拜。啊？拜拜。不是。简单的收拾一下，再走的吗？你这算简单收拾吗？你这再收拾，你给别的女生留条活路好吗？那个，我想问你个问题啊，为啥每次我约你都不出来，只有你约我你才出来？因为只有我有空的时候我才能出来玩啊，你约我正好没时间啊。这么巧，每次都没时间？不是，你是不是对我什么意见？你要对我有意见，我下次不约你了，你直接叫我就行了。没有意见，没有意见，你很好，因为我太忙了，你千万别多想。没有，我就是问问，你激动啥？没事儿，我之后不会那么忙了。你约我一般情况都能出来。真假的？行吧，那你想去哪儿？我想喝奶茶。那走吧，我们去买奶茶。好不好喝？嗯，真挺好喝的。你等一下。妈。等你拿个包拿一下。妈。这有个树叶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不用管，不用管。哎。谢谢啊。等会儿，你看你等会儿。谢谢。好了，坐吧。
道谁是谁的。啊？这没口红印啊？不是，我刚才不好意思弄混，要不然你要嫌弃我再给你改。算了，没事，喝吧，周一。笑啥？你家是住在这儿吗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你每天几点上班啊？还有你在哪上班啊？你问我这干嘛？我不跟你说。没事，我就是问问，就这样子。我每天9:30上班，9点的时候我都会在这个公交站上车，然后上班跟哪儿住哪儿我就不跟你说，我也不跟你说，你不跟我说我也不跟你说。行，你不说我还不想知道呢。我们去干啥？我带你去吧。你想去哪儿？跟你在一块儿去哪儿玩都可以，就像现在下马路也挺开心的。